哦，它前面还有一段，它是一段一段的，前面是第三段，出这个门进那个门，看来它这个是很长很长的，所以它没法给它连下来，只能是中间切一下，切成一段一段的。这样的话呢，两边呢还可以进出走人，这有一口。完了之后，这边呢也有一个口，可以横向穿过来，还是比较方便的。这又一个睡觉的，怎么这么疲劳疲惫啊？也是应该属于穷苦的人们吧。无家无业、无去处的那种，可能也是无儿无女的那种。前面修了一些坛子，形状比较古怪。但是好像还是以休息为目的的，它这种格局是有讲究的吗？哎呀，不幸的是前面已经没有路了，已经到了尽头了。再往前走是栏杆封死了。今天没有看到李自成进京的那个雕像，很遗憾。应该有，我曾经见过。后来是不是给挪走了？我不确定。那边有一个这个公园的一个介绍，过去看一下。原来这个是元大都遗址，